就在刚刚，苦等半季的哥斯拉终于再次上线，而帝王组织同时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原来哥斯拉的栖息地也可以是荒无人烟的沙漠。时间线回到惠子这边，这时刚刚成立的帝王组织为了找到更多泰坦巨兽存在的证据，于是他们打造了一台伽马辐射模拟器，企图利用模拟器发出的伽马信号来引起怪兽们的注意，用惠子的话讲，这其实就是等同于一台可以和怪兽通话的手机。然而，当他们将模拟器放置到湖泊的中央，信号发送了半天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谁知就在惠子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信号发射的声音却突然戛然而止，结果当他们再次看向水面，就惊奇地发现模拟器竟然已经消失不见。 岂料下一秒，然而惠子和肖尔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一只庞然大物便从河中一跃而起。当他们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正是不久前被美军的核弹轰炸过的哥斯拉。 随后，时间线再次回到2015年，凯特等人成功从阿拉斯加的雪山上死里逃生。为了继续寻找自己的父亲大志，他们决定前往对方在纽约的办公室来查找线索。没想到，在健太郎的巧妙发现下，他们果然找到了大志的下一步可能的去向，而那正是非洲的一处沙漠深处。于是，他们众人立马动身前往。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肖尔他们来到地图上的地点，果然远远的就看到了大志正在山谷的另一端，而对方也似乎正开启着一台伽马辐射模拟器焦急的等待着什么。 但此时的健太郎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父亲大志正在干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于是便立马兴奋地朝对方挥手示意。却不料另一边的大志在发现凯特等人后，立马拼了命地挥手驱赶几人，随后他急忙收起仪器，头也不回地便驾车离开了。意识到情况不对的肖尔立刻警告众人赶紧撤离，但还是为时已晚。 只见下一秒，地面崩塌，整个山头竟瞬间活了过来。众人这才意识到那是怪兽苏醒了，于是他们立马向山脚逃去。然而，面对这种级别的塌方，他们也只能待在原地静静等死。却不料，当山体崩裂、硝烟散去，那在原地休息的巨兽正是2014年大闹就金山的哥斯拉本拉。只见哥斯拉懒散地爬起身子，随后在众人一脸震惊的目光下伸了一个懒腰后，便悄然离去。 看来哥总面对几人的出现根本毫不在意，只当是50年后无聊的人类给他打来的第二次电话罢了。然而凯特等人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为什么父亲大志会知道哥斯拉的动向，而哥斯拉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沙漠的深处？看来一切谜底还需要他们几人继续寻找下去。